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门口那个贩卖机是不是不能收纸币？哦，是的。那我能给你换一些硬币吗？嗯，换硬币，嗯，我这儿也没有多少，你要几个？100个。100个？哎呦，小范，嗯，你有硬币吗？有啊，但是我只有3个。哦，没事，你先拿来吧。嗯，好。嗯，我是前台。 10分钟前面还很糟糕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换了一个。不错啊，回到了以前的状态了。谢谢老师，我就说吧，前面这样唱不早就完事了？我们那叫隐藏实力。辛苦了。大家来喝点果汁吧。哇塞，向总这么客气。哎，不用买的。啊，那谢谢 solo 哥啦。嗯，这也不是我买的。 哦，这个是刚刚外面一帅哥在前台找我换了100个硬币，在果汁机上买的。嗯，谁啊？说是您朋友，长得还挺帅的。我朋友？管他谁买的，喝就是了。嗯，来吧。哟，小鱼，你快看，这字儿是不是他写的？还专门挑了一个表白的瓶子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去哪儿？ 这臭脾气还没改，来来去去都不打声招呼。干嘛？你老盯着人家看什么呢？我喜欢的类型。哎，你说他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开追呀。及时收手啊！干嘛？你以后有主了？友情提示：就这个姑娘，你千万不能追。收手，保命。 老大，你晚上不睡觉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还以为是……以为什么？我看是你自己疑神疑鬼的吧。啊？老大晚安啊。
小孩啊，该起床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大白天的，快起床了啊！别睡了啊！阿姨，对眼睛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咦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病啦？没有，就是肚子有点饿，头有点晕。真不对了，真烧了一点。阿姨，你干嘛去？来，向体温看去，赶紧。好。我相信毅力掩饰戒意，只是我在你的心里。阿姨，您没事，赶快出去吧。我这针要是病毒性的，会传染给您的。您下周呢，就进来我这房间，给我打扫打扫，消消毒就可以了。我生病了没事儿，外面那帮可金贵呢，他们不能病。好，下周啊，我去煮点大蒜水，让那些小朋友啊喝下去以后，必感冒特灵。阿姨是不怕感冒的啦，帮你倒点水啊。好。老大起这么早啊？昨天不是很晚才睡吗？我就休假了三天，你怎么气色这么差啊？熬夜熬的。给你也倒一杯吧。你有什么重要的工作非要熬夜？老大，我们吃饱了去训练了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哎，小白，我没钱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是不是亲兄弟？亲爹，我也没钱借给你。我要找你的不是这事儿，你去胶东大学啊。帮我把车开回来。没事，把车停那干嘛？不对，你带点现金，帮我把油加满。好，快去。干嘛？你盯着我干嘛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我每个月都有补贴的吗？你不是不要吗？你先跟我说说看，补贴都有什么？也不多，每个月饭补1000，车补2000。给你按我的标准补，够吗？嗯。车和标度，你站上哪样了？一个俱乐部的老板。至于这么缺钱吗？我把我后妈的古董项链弄丢了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她，我已经找小白借了不少，可还是不够。太可怜了。这个月，你先把补贴打到我卡里。哎，用我发个红包给你吗？先谢谢吧。小白啊，把你哥的车开回来了。对啊。你哥发烧了，你去看一下他吧。放心吧，穷不会让人发烧的。很少生病，是因为失恋了吗？你会不会说话？懂不懂说话？也不知道是谁把车开到交通大学，开到没油的。今天我不回去了，头疼。
我这要回去，经老爷子一念叨，我就直接归西了。外公说，你要是不回去看他的话，他就来俱乐部住。你还回去吗？你来开吧。加油了！我都全国第一了，还要加油？我问你，车子加油了吗？油表都空了，不加油怎么开？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很像失恋的模样？像。别照了，太帅了。